近年烧肉市场发展蓬勃，台日韩风格烧肉陆续展店，烧肉商品的形态也日趋多元。全家与烧井第三度联名合作，以独家限定方式推出饭食、汉堡以及饭团三种品类。一起来看看有那些品项吧。波浪号，波浪号炙烧鬼椒鸡炒饭售价85元。 XO 椒腌渍大块鸡腿排，搭配直火快炒的炒饭，再撒上大火烘烤的锅巴，香气四溢。炙烧培根卷饭团售价39元，严选培根，包覆日式酱油饭，慢火烘烤，再精致烧，最后刷上糖熏野狼酱，双酱汉堡排堡售价59元。手做 1.5 公分汉堡排，搭配烧井季节限定多蜜酱与特调黄金起司酱，大口咬下肉感十足。糖熏野狼炙烧牛售价79元，直火炙烧牛五花，搭配店内人气烧烤酱糖熏野狼酱，附上大面积烧肉，充满饱足感。野狼烧臀堡售价55元，猪五花经高温烘烤逼出油脂，淋上糖熏野狼酱，搭配酸口美奶滋，风味多层次。九分之十第一波推出炙烧椒鸡炒饭、炙烧培根卷饭团、双酱汉堡排堡，前两者分别选用鸡腿排与盐选培根，经过炙烧后香气十足。后者汉堡排搭配烧井季节限定的多蜜姜酱与特调起司酱，呈现完美黄金三角组合。16分之时接着推出唐军野狼炙烧牛、野狼烧臀堡，两者皆使用烧井人气酱料唐军野狼酱，搭配炙烧牛五花与猪五花，不止卖相佳，品尝起来更满足。波浪号，波浪号